久的 Cube 家族演唱会在上海盛大开唱，齐聚了清新少女团 CLC、 火爆男团 B2B、 性感火辣女团 2 Minute 以及超人气男团 Beast 等众多组合，长达三个小时的不间断演出可谓让粉丝们大呼过瘾。清新少女团 CLC 这支今年年初才刚亮相的五人女子团体，就凭借青春俏皮的模样、精灵可爱的动作以及活力动感的歌舞而得到了众多宅男粉丝们的关注。而在现场，他们也是带来了自己首张迷你专辑 First Love 中的歌曲，一下子就引爆了全场的气氛。而被称为新一代韩流实力主角的 B2B 组合最近也是火爆异常，开场歌曲没关系已经曝光，便登上了韩国六大榜单的榜首。而他们这七位帅气的成员更是在中国圈粉无数，听听台下的尖叫声就知道了。10月30日晚上，粉丝们期待已久的 Cube 家族演唱会在上海盛大开唱，齐聚了清新少女团 CLC、 火爆男团 B2B、 性感火辣女团 2 Minute 以及超人气男团 Beast 等众多组合，长达三个小时的不间断演出可谓让粉丝们大呼过瘾。清新少女团 CLC 这支今年年初才刚亮相的五人女子团体，就凭借青春俏皮的模样、精灵可爱的动作以及活力动感的歌舞而得到了众多宅男粉丝们的关注。而在现场，他们也是带来了自己首张迷你专辑 First Love 中的歌曲，一下子就引爆了全场的气氛。而被称为新一代韩流实力主角的 B2B 组合最近也是火爆异常，开场歌曲没关系已经曝光，便登上了韩国六大榜单的榜首。而他们这七位帅气的成员更是在中国圈粉无数，听听台下的尖叫声就知道了。